世界品美景餐厅，老外登前享受高档气氛。地中海的洞穴，这种餐厅哦，太阳下山他们会点那个蜡烛，跟海直接相处。这一餐啊，一个人可能会至少花10000台币。这种经验是非常的特别，你会一辈子都记得。我会一辈子都记得，因为一餐10000块。一个人。各位观众请注意，今天晚上11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1/2强。